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。哎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给您说一段加入新鲜元素的相声。没错，刚才咱们说了这期的主题是什么，您说说。中国传统的动画。哎，动画片啊，就是。刚才咱们通过这一期的访谈和这个交流当中，咱们也发现了啊，怎么样，动画先开始是什么，是从纸张静止的一步一步的演变成现在能动能说有声音的动画片。加入了很多的元素，先开始咱们看的一两个漫画，对，连环画，没错，后来演变成一部一部优秀精彩的动画片。哎，让它动起来了，并且有声音了。哎，说到这一点 我想起一个咱们中国也算传统的什么呢，叫做拉洋片。哎，这跟我们还有点关系。哎，跟相声有点关系。现在好多人啊都说什么呀，说这拉洋片跟电影是一样的。它一样吗？它不一样。哦，这有区别。首先说电影它能动，对，它有声音，没错，它是连续的。洋片不一样。那这洋片呢，有京八张、切八张、推片、账画、水箱子。您听听当中有这么一种最厉害的。什么呀？切八张。这怎么还厉害呀？这个他要让你看，是，你要看了那叫两全其美。哦，还则罢了，让您瞧，您要是不瞧，那要不看呢，过来打你两下你还得瞧。嗨，您这不胡说吗？不信？那可不不信吗？要我就不看，我就能让你看了。你就不可能就行我不想看，你非让我看，我就看上了。不看别吵架行不行？咱别吵架，咱现在开始啊。怎么着？我呢首先得捯饬一下。怎么捯饬？这个切八张这个服装上有讲究。哦，这个大褂是穿着一半系着一半，嗯，露着半拉膀子，把这个袖子都挽上去。哦，看着就那么壮实的一个人。是，捯饬一下啊。哎，你让他捯饬捯饬啊。他得把这个大褂啊给系上，还怎么样呢，还得把这个袖子挽出来。哦，露出咱们这个健硕肌肉的小胳膊。好，这袖子还得挽起来。看见这胳膊了吗？怎么样，一拳打得你废掉。好，打是把我肺打掉了，是打我肺掉啊，是把你大肠打掉。尽量往上打点。好，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。哎，怎么开始呢？我拿这个扇子啊我这一拍醒目，我就不是张九南了。那您一个切八张。哦，这就开始了，一个拉洋片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那我呢？您就是一个游人路过的。哦，我在这遛弯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咱得搭的桌子，这桌子要动一动了。对，好，那怎么动呢？这好比这个搭到这边来，这就是这个洋片的架子。洋片架子。哦，好好好，那现在开始了啊。哦，就开始了，我就来遛弯的。哎，好，哎，没事，出来遛遛弯。哎呀，这个大胖胖，他叫的还挺亲切。干什么呢？我转悠转悠。别转悠了。怎么着？等你半天了。哦，你等着我呢。特地走到这里的。啊，你看看，特地为看我的洋片来的。哦，你说我特地为看你洋片来的。对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溜溜弯，看看洋片吧。不看。西湖美景八大片。哦，西湖美景八大片。西湖美景啊，你早告诉我呀。啊，你要早告诉我你这是西湖美景八大片，我不就瞧了。不瞧。西湖美景八大片怎么不瞧呢？我就不爱瞧。喂，你瞧瞧这个。我不看。好极了。好好极了也不看。我给你鞠个躬。哼，鞠躬也不看。鞠个躬也不瞧。不瞧。哎，做个揖。哎，你也甭请安，也甭作揖啊，你这样你磕头，就在这儿磕头把你磕死了，我也是不瞧。怎么着？就是不瞧。我嘛鞠躬不瞧。不瞧。作揖不瞧。不瞧。我得在这儿磕头。哎，不是磕头，是磕死。磕死我也不瞧。脑浆子都出来了。哎，也不瞧。对，好说不瞧，歹说不瞧。哎，看样子是得打上你，你才瞧了呀。哎呦，你还想打人？我就看不透。哎呦，看不透，那可不嘛。我问问你，怎么样？当着这么些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是你敢大声说三声不瞧吗？几声？三声就行。听好了啊，不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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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瞧瞧瞧瞧，好家伙！怎么真打呀？咱们你这个弯你不瞧，你要造反呀你呀！好好好，瞧瞧瞧瞧瞧瞧，哎，瞧瞧瞧瞧瞧瞧瞧，洋片架子瞧。我瞧什么呀？你这什么？我看什么呀？别着急呀！嗯，别着急呀，咱这儿有好东西让你瞧啊！不是，
山楂树下多吃也不怕，就别广告植入了就。哦，快敲吧。合着我费这么大劲，我就看这么一小瓶山楂树下呀，我。哦，觉得费这么大劲看小瓶山楂树下。对呀、啊。来，你可以多花100万看这个大瓶的山楂树下。不，就看这最好。这便宜。你看这个最好，这最优秀，还迷你呀、啊，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哎，好不好？敲吧。哎，敲。哎，不是我怎么敲啊？怎么什么椅子呢？搬椅子，我坐这儿啊。你疯了？嗯，你见过有坐着沙发看洋片的吗？那应该呢，你这得有个板凳啊，至少板凳我劈了烧火了。那我怎么瞧啊？怎么瞧不知道。那可不，撅着瞧。撅着瞧。撅着瞧。你让我在这儿撅不行啊？行行不行？你这谁看洋片不得撅着瞧啊？对，撅着瞧看洋片他怎么样？他最舒服了。对了，就撅着瞧着，撅着瞧，就撅高点儿啊！好，要有角度 S 型的曲线，还得破。您这难度太大，我就撅点得了，好不好？撅点啊！好，开始了啊！哎，好。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腊阳片当中最美的画面，叫做杭州美景啊！哦，杭州美景。首先，我们来到的是杭州百货大楼。嗯，你看啊，这个百货大楼一楼里边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！怎么怎么打上了？怎么？你看我这个洋片，你得守规矩啊！什么规矩啊？我说到哪里了，你就得说到哪里了。哦、我说好，你就得说好。我说到哪里了，你说没到哪里了。我说好，你说不好啊，我就得揍你。哦，我还得顺着你说，不顺着你说就揍我。你得捧着我说呀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。开始了啊！哎，好。头一片来到哪里了？到哪儿了？这是杭州百货大楼。对，百货大楼。哎，你看这就懂事儿了。对，你看 啊，这个百货大楼一楼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。啊，有一卖金银首饰的。哎，金手镯呀，金戒指都有啊。都有。柜台前面啊，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对。你看那个男的穿了一身西服啊，脚上穿了一个胶皮凉鞋。没错。对，然后你看那个女的啊，烫了个头，穿个裙子。对，好看不好看？太好看了。你看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两个人在那比手画脚的，说话呢？你看见说话了呀？你看见说话了你、啊？怎么意思啊？那纸画的洋片能动吗？啊，能说话吗？那不成电影了吗？那我这不捧着你说呢吗？你这捧假了不行啊，你得这么说呀。那我怎么说呢？对了，好想要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哦，我说对了，好想要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对呀、啊，这我就不打你了。那我要说好像呢？好像我就不打你了。好，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来吧。哎，好嘞，明白了。开始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咱们接着看。哎，这杭是还是这个杭州美景啊？哦，还是这篇，还是头一篇。嗯，还是杭州百货大楼。还在这大楼里。你仔细看啊。嗯。这个百货大楼里边一楼是不是有一个电梯？有一个电梯。哎，你看那个电梯啊，那个门一开，该下来的都下来了，该上去的都上去了。对。你看那个电梯一关门，你看那个电梯往上边忽忽悠悠的上去了。你看见上去了啊？你看见上去了？怎么又打着了又？那纸画的样片能动吗？嗯，那不成电影了吗？不，那应该呢。你得说对了，好像要上，还没上去了呢。那我要说好像呢，我就不打你了。您这是什么呀？西湖美景八大片。这是第几篇呢？头一篇还没瞧完呢。您这玩意儿真精巧啊，您这个。现在接着来吧，头一篇。还瞧？继续。好。您谁哪位认识我们家，给我媳妇带个话吧，告诉她我回不去了。我跟这瞧洋片了我。您都那么多话。瞧。哎，好嘞。瞧啊。瞧。开始了啊！哎，瞧，咱们看的还是这个西湖美景八大片。对，你看啊，咱们这个现在把这个目光聚焦到这个百货大楼外面，哦，出来了，对吧？哦，你看那个百货大楼外面是不是有辆那个红色的小汽车？哎，有一小轿车。你看那个小汽车里边这个主驾驶坐了一个男的，对，穿的是西服，穿了一个胶皮的凉鞋，对，凉鞋。副驾驶坐了个女的，有一女的，烫了个头，穿了个连衣裙，没错。你看那个男的，他那个手一摆那个挡板，那个脚上一踩油门，你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边一冒烟，他蹭的一下子跑了。好家伙呀！哎呦！我这盆骨摔裂了啊！多悬呐，朋友们！啊，他老拿话勾着你呀、啊，
你看那个小汽车后边一冒烟，蹭冷一下子，你这一说跑了，他啪他就揍上你了。那直画的洋片能动吧？能动不成电影了吧？我这不捧着您说呢吗？你捧假了，我不揍你啊？不，那我应该怎么说呀？你说对了，好像要跑啊，还没跑起来呢。那我要说好像呢，说好像就不揍你了。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西湖美景八大篇，您这是第几篇呢？头一篇还没瞧完呢，瞧，瞧啊！啊，我瞧你个大贼嘞！瞧我，瞧我。我没听错的话，这句话是骂姐的意思吗？你没听错，就是骂你呢。你为什么骂姐？废话，你老打人受了吗？我怎么打人了？你这好几下了。我哪打人了？你刚才你把扇子扔了。哪扔扇子？那手哪有扇子？你腿底下。你把扔了，给你行了吧？给你行了吧？不打了是吧？这回没东西了吧？哎，还这不打了？这回能看洋片了吧？这回能看了，能看了吧？哎，好，来来看吧，好了，看洋片吧，哎，看洋片吧，哎，来，哎，你跑了吗你？他这还一个呢。